田呢，虽然讲当我有长片土，不过对四年的初三经验，一直到初九，长短短的一礼拜，就有11409人次去本医生看。今日机关署涵盖公布为进行一天长片土重症病例，一下累计重症病例就有57个案多位，里头还包含了一天死亡病例。从一下秋田、寒田、天时变化动态。据说机关所发现，新病毒的病例今年是头一摆比流感病毒还较高。据说提醒乡亲要注意做好个人卫生习惯，降低传染疾病的风险。在两年内，已经有2个重病毒引起的重症个案。12年，机关署又公布了一个9人台的西来翁啊，经过诊断，日前查到重病毒引起的新感染个案例，全都是查到重病毒70日并发重症。机关署呼吁，从5岁以下的小孩要特别注意。在小小孩感染长病毒之后，也有可能并发脑炎以外的并发症，像是心肌炎啊，或甚至在新生儿有可能并发肝炎的这个情形。所以就是家里的小朋友，那特别是年纪比较小的话呢，感染长病毒之后，还是要特别注意这些可能有不是那么明显的这个重症的征兆，如果有出现的话，还是要尽快的就医治疗。除了重病毒日前和黑洞流行之外，最近天气温差变化下大，机关署没发现一般人多的新病毒检出数今年跳一摆比流感病毒还下多。腺病毒是有升温蠢蠢欲动的一个状况，从大概过去几周是检出20%以下呢，有增加到40%，那大概预估我们11月应该会有一波小一点的这个腺病毒的流行，引起比较多小朋友有感冒的症状。疾管署媒体别提醒民众多共强冲手爱戴嘴安呢，好接到接受注意该年代卫生习惯，掌下每吃到冲病毒老流行感冒。客家新闻网任前千米日台北报道。